中跟这样子分享一点。看见有电影到点多灿烂，天亮的早晚让我想为困难，弄上烧开电脑，烧开电脑，好假的你，阿弟啊，烧开电脑。眼睛瞭望，海马把我撕伤，撕了个半开半，拼了个半开半，我本在掌控开电脑。这首歌，它主要是他在喜欢一个在家姑娘，他那个姑娘在路边卖西瓜，然后他就想追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吃了也不想走。”啊，吃了还想吃买，想把他的西瓜全买完。对啊，嗯，就估计是奔着人去的。嗯，所以他的那个屏幕很搞笑，嗯、那个啊，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《卖西瓜的姑娘》。嗯，他是这首歌是为了唱给那个姑娘听的，他是追那个姑娘。情歌。嗯，不在光，不在于三尺之间。